警车扔了救往骑楼李冲，范闲疯狂挣扎要挣脱，当场被压至伤口。警车扔了救往骑楼李冲，范闲疯狂挣扎要挣脱，当场被压至伤口。被铐上脚镣这才乖乖不动，稍早前还跑给警察追，从大马路直奔骑楼，就怕跟丢了金车，一路尾随包夹。范闲发现大事不妙，使出奥博以为能躲过查缉，违规穿越马路，那准备上前去劝导时候，该男子见警靠近，随即拔腿狂奔。侥幸开溜，天真的以为能逃得过远景法眼，现在罪证确凿，毒虫要替自己的一时冲动付出代价。记者新北市综合报道。